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流出宝血，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来赞美你。主，我们在你的圣殿中俯伏敬拜，也求你悦纳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主，让我们以一个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也愿你的话语今天就光照我们，也炼净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更新，得着造就，也能够得着扶持。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丰盛的救恩。主，我们要再一次献上感谢，我们的生命也要一心来称谢你，我们也要在万邦列国中诉说你奇妙的作为。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主，你使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主，因此我的心要欢喜，要快乐，因为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你。主，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是何等的有大有能力和复活的荣耀。主，我们今天再一次将自己献在你的面前，也愿神你的话语呼召我们，也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你圣洁的子民。主，我们感谢你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丰富赏赐生命的主。全心来感谢他，全心来赞美他，让万国列邦都要来赞美我们的救主。我们一起拍手来唱这首诗歌。常常感谢，不住的祷告。
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求主耶稣继续的看顾我们。主啊，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是敬我们的全心，来到你面前，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主啊，愿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耶稣的名是拯救，耶稣的名大有能力，让耶稣的名被我们完全的高举，圣洁归于你。一起来唱。 全民尊贵荣耀，耶稣的权柄尊荣归于你，极限到让世界都知道耶稣的名何等的伟大。
们这深愿主你的拯救领导全台湾全地的百姓要来认识你，万国要承认你是救主耶稣。特别在这受难周当中，主啊，让所有基督徒要一起来体会主耶稣你宝血为我们流，主你让荆棘成为你的冠冕。主啊，我们再一次要感谢你，这十字架你为我们所背负这样一个羞辱和痛苦。主也让我们在仰望你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着全然的医治，得着完全的拯救，使我们脱离这罪的辖制，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谢谢主，谢谢你赐给我们复活的盼望。主，我们要感谢你为我们成就这救赎的大功。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你这一句。Yeah.
是的，愿你的名得着荣耀，主啊，但在荣耀以前先有苦难，如同你在十字架上，主啊，十字架是荣耀的记号，但你却先走上十字架这受苦的道路，主啊，帮助我们，你应看见前面要带给我们的生命的喜乐，主你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一切的苦难，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因为我们永远都是不配的，但是主，你全然的拣选，你全然牺牲的爱，使用我们的生命，恩待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领受这丰富的生命，主，我们就要说我们要为你而活，主啊，愿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你的名，主啊，帮助我们效法主你在十字架上的样式，主啊，让我们可以忍受，可以甘心顺服在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放下的苦难的道路，主啊，我们所承受的都还没有你所承受的苦难那样的重，主啊，但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主啊，让我们可以轻看我们所忍受的一切，为那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专心的奔跑，专心的跟随，专心的走主你的道路，主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勇敢为主征战的百姓，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勇敢成为主精兵的门徒，主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你荣耀的光芒，主要当我们在你的光中的时候，我们看自己所有领受的一切都不再重要，当我们在你光中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行走，主要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的生命荣耀你的圣名，主要帮助我们在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上，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世代，主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如何成为光，成为盐，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人，主要我们如何在这世代站立的稳，让我们可以荣耀你的圣名，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踏稳我们每一个坚定在主你的恩手当中的步伐，主要我们就可以为主你做更大的事，主要你要差遣我们，使我们都成为传福音的使者，主你就差遣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站立在圣所当中，看见万国万民万邦都要齐聚在你面前称颂主你的圣名，谢谢主，这样祷告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献诗的时间，今天约翰牧区要献一首诗歌，他是谁，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首诗歌。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啊，在路加福音24:44-49。路加福音24:44-49。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是华神的院长周公和老师，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他。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觉得圣经有点太厚了啊，搞不清楚到底圣经讲些什么。那么有一些神学生也会如此啊，在神学院里面好像学了10,000,000东西啊，那么好像都是在头脑里面在转来转去，好像转不出什么名堂来。不过呢，感谢主啊，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用几句话，他就归纳了整本圣经的总纲。如果你想要知道整本圣经主要是讲什么，看这段经文就可以了。刚才所念的我们如果再看一下46:47，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这两节就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总纲，律法与先知的总纲，也是全部新约圣经的总纲，就是整本圣经的总纲。所以如果有人问你圣经讲什么，那么请你在1分钟以内告诉我，如果是1分钟以内的话就讲这两句话。这段经文呢，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门徒很惊讶，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至少有那11个使徒，犹大已经自杀了，然后呢还有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也在那里，有没有别的人我不知道，不过耶稣向一群人显现，他们一开始就很怕，以为看到见鬼了，他们已经看到鬼魂。耶稣说：“不要怕，是我。鬼没有骨没有肉的，你看我两样都有。”所以伸出手来给他们摸。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他是肉身复活，他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永远不再朽坏。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复活，从来不是灵魂不灭，都是肉身复活。我们最大的盼望不是灵魂上天堂而已，我们最大的盼望是肉身也复活，灵魂身体都得救，承受一个新天新地，万物都要复兴，万物都复兴，这个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耶稣在他们面前伸出手来给他们摸，摸到他的钉痕，然后在他们面前吃了一片烧鱼。
所以门徒就从那个惧怕变成喜乐。圣经这里说他们喜得不敢相信，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一样事情你遇到的是太好了，不是不够好，是太好了，好到你不敢相信。他们就是有这个经历，好的喜得不敢信。然后呢，耶稣还为他们做一件事，就是为他们讲解圣经。看到主复活还不够，他们需要了解圣经的信息。那我们今天也是准备分四点来思想耶稣所讲的这些话，有这四点。第一是顺服圣经的权威，第二爱慕上帝的话语，第三持守悔改赦罪的道，第四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祷告，求主恩待我们这段时间。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主的确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天父，过不久是复活节，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可以再一次温习圣经的真理，再一次也能够经历到主复活的大能，就是在我们里头居住的圣灵。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让我们今天从复活主所教导的真理，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坚定，让我们更加有能力能够为主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第一点是顺服圣经的权威。第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耶稣这里是按照犹太人希伯来圣经的三部分来描述整本旧约圣经，就是摩西律法、先知的书跟诗篇，这就代表全部的旧约的圣经。他说旧约圣经所讲关于他的话全部都必须要应验，这个就是圣经的权威了。圣经所讲的必须应验。耶稣被逮捕那个晚上，彼得用刀切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耶稣把那个耳朵捡起来把它医好，叫彼得把刀收起来。他说如果如此，经上的话如何应验呢？耶稣顺服圣经的话，他愿意被逮捕，愿意被鞭打，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基督要上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就顺服圣经的话，必须要应验。所以既然我们的主给我们设下这个榜样，耶稣顺服圣经的权威，我们也要顺服，我们也要顺服。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表示当圣灵默示圣经的时候，圣灵的默示是下达到每一个字母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原稿或是底本无误论，就是写圣经的人他所写下来的是没有错误的，这个是圣灵所默示的，人所写的话也就是神的话。圣经的作者是双重的，是人也是神，神的话就是真理，神是真理，因此神所讲的话是真理。那当然我们知道抄本啊、翻译啊，这些都可能会有错误，但是我们就尽量追涉到底本，尽量的靠近那个底本，虽然不能够百分之百，但是呢已经是超过90%的准确度，我们对圣经可以很有把握。那么相信圣经的权威是一回事，顺服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也必须要承认哈，圣经的话有些地方有些时候很难遵行，很难遵行。我一下子会想到什么呢？马太福音18章那里说哈，如果有人得罪你，
你就要去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告诉他他的错，如果他听你，你就得回你的弟兄，不听就带一两个见证人一起去跟他讲，如果还是不听的话，你告诉教会，教会要审这个案。这段经文呢讲到说，如果弟兄跟弟兄啊，姐妹跟姐妹啊，弟兄跟姐妹啊之间如果有嫌隙的话，我们不要按照我们第一个倾向去做，就是在他背后说他坏话告诉三十个人，不是这样子。我们要趁跟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告诉他他的错，温和的一对一，面对面，最好面对面的。胆子不够大呢，有些时候像我那胆子不够大呢，打电话，面对面最好。如果不听，带一两个见证人一起去劝，再不听，那个教会要审这个案件，教会有这方面的权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费城牧会的时候，有一位执事呢令我很受不了，那么我忍了很久终于有一次在执事会里面我生气了，讲了一些很重的话，而且蛮凶的话，骂他了。我很少做这种事情了，不过骂完以后我自己也被自己吓一跳。那么其实直到今天呢因为好多年了我所讲的话的内容还是我觉得还是对的可是讲话的方式不对，我不应该这么凶，我得罪他了。那么按照圣经的原则我应该去道歉，不过呢向那一位家伙道歉很难的，很难，非常难，非常难那么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没有去道歉，可是我发现我很难祷告，我的祷告好像上达天花板就弹下来了上不去上帝那里，所以到第四天还是决定需要道歉，需要道歉求主祷告求主给我力量，让我可以打个电话去跟他道歉。那么而且圣灵也提醒我说，道歉的时候呢就道歉就是了，不要为自己辩护，不要说对，不要说我这样子生气对你讲话那是因为你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后面那个那是因为你什么就不要讲了因为如果你讲后面那部分的话，对方听起来就不是道歉了，像什么，像是转一个弯再骂他一次。所以呢我就在想我道歉，道歉完了无论他反应怎么样子我都不讲后面的话，所以呢这一通电话应该很快很快就会讲完的所以求主加添我力量，再祷告个半天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向他道歉。结果没想到这一位执事还蛮属灵的呢，他马上说没事没事，马上就宽恕我了那我也不加以解释了就挂电话，果然真的是一分钟多一点就打完了这个电话，然后跟着呢我可以祷告了。不但如此后来有另外一位执事他知道我道歉了他说在这个教会七年这个是他灵命长进最得帮助的一次，就是牧师道歉，牧师一道歉执事灵命大大成长。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我现在知道我所信的是真的了。不过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如果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们就是应该顺从耶稣说先知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跟诗篇所讲的通通都要应验我们全部我们都应该遵行，不只是说口头说我接受圣经权威但是不听圣经的话，这个不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还是靠恩典来遵行。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耶稣的榜样，耶稣的教导，就是我们应该顺服圣经的权威。那不只是顺服哈，我们应该爱慕上帝的话语。第四十五节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爱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读圣经，要去追求更加认识神的话。如果你爱慕一个人，你就会想要多认识他，常常上他的 Facebook 看他说些什么。你如果你爱慕神的话语，你应该打开来阅读。如果你圣经还没有念过一遍呢，我就是建议从新约开始。你即使每天只看一章，新约很快就会看完。所以呢，这个是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是神的话语，是我们所最宝贵的。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我们要爱慕纯净的灵奶，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有没有看过出生的婴孩啊？他们饿的时候，他们就不受安慰，直到喝到奶为止。一喝到奶，马上就平静安稳，非常快乐，非常舒服，非常满足。我们要爱慕神的话语，如同婴孩爱慕奶一样，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彼得前书一章哈，二十三、二十五节那里说哈，我们重生哈，是因为神的道，啊，不是因为其他能朽坏的东西。我们重生是因为那不朽坏的道，那个道是存到永远的，神的话语安定在天，存到永远。所以我们要爱慕神的话。耶稣基督啊，讲解圣经，他还没有向这一群门徒显现之前，他就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啊，向两位门徒显现。那两位门徒呢，愁眉苦脸，也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这么不开心啊？他说：“难道你是唯一的人不知道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吗？啊，就是我们所盼望是以色列的拯救，是弥赛亚这位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已经第三天了。那么他说有一些妇女说耶稣复活了，他们也不知，他们不太相信。耶稣就跟他们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所记载的，你们信得太迟钝了，信得太迟钝了。所以耶稣一面走，一面跟他们讲解圣经。然后后来，耶稣显明他的身份，然后离开他们了。他们就彼此说啊，当耶稣教导我们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是如同火烧吗？啊，这个就是圣灵的火了，啊，心里面好像有火在烧。圣灵的火在焚烧，所以这是非常甜蜜的事情啊！我们对神的话语更进一步的了解，因为圣经的话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圣经的总纲就是基督必须要受害，必须要从死里复活，而且这个悔改赦罪的道要奉他的名传给万邦。这个是整本圣经的总纲。圣灵是陪同神的道在人心中做工的。大概二十年前吧，我的岳父啊，跟我们一起住，他呢也受过洗了。他以前在凤山啊，那个戴少珍的父亲戴永年老牧师给他施洗，不过呢，他还是说哈，他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人死了怎么会复活呢？啊，我们就很担心了，因为他年纪已经很老了，虽然受过洗，但是却否认复活的事情，复活的真理，怎么办呢？我只好祷告求智慧了。那个时候复活节快到了，那么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办，跟他
讲道理也很难，他重听，所以就很难讲道理，而且呢，如果我跟他讲道理呢，他会紧张，一紧张一句话都听不进去。那后来呢，我跟师母就决定哈，用一些卡片啊，就写个两三处还是三四处啊，圣经所讲关于耶稣复活的真理，就写给他，让他可以读。所以我们就写在卡片上，那么就送给他，请他看。结果他看完以后，他说他现在相信复活了，不再怀疑了。这个是神的话语会有他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圣灵会陪同神的话语，会使用神的话在人心中做工，来改变一个人的心，改变他的心思意念。所以呢，如果你们家里面有老年人，跟他讲道理好像很难的，就祷告求智慧，说不定神会引导你，你也可以想到一些很世切的经文可以写给他看。甚至呢，他一看了不一定马上就信，但至少他看了以后，你所再做见证的话，他就比较容易懂，比较容易吸收。所以圣灵是陪同人的话，神的话在人心中做工，所以这三样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圣经的教导、圣灵的火，还有我们的祷告，这三样东西是合在一起，三合一，一样都不可以少。而且呢，我们也要避免有一种做法，就是不用神的道，只是用别的方式，比如说音乐或者别的方式来煽动人的情绪，这样子的话还不够的，不够的。如果我们只有被煽动情绪，但是没有神的道，我们不会真正的认识主。所以神的道跟圣灵的感动两者不可缺一。如果我们祷告的话，我们可以期待圣灵在人心中会动工，所以祷告、圣灵的火还有神的道，这三者是在一起的。所以英国有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他现在已经去世了，1970年代好像就去世了，他叫 Martin Lloyd Jones， 中马田。他本来是英国最杰出的几位年轻的医生之一，很有恩赐，但是呢，他也很有讲道的恩赐，所以呢，圣灵还是感动他，直接的侍奉神、传扬神的话，比这个做一个杰出的医生、比较间接的兴旺神的福音更重要，所以他就改行。那么他没有去念神学，不过他自修希腊文等等啊，那么成为很杰出的一位。那个传道人在他的侍奉里面，很多人受到感动，归向了主，有一个小复兴，只是他所盼望的英国的大复兴一直没有来到，但是有小复兴。他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在被神的话语感动之前大大的煽动人的情绪。我们知道我们煽动人的情绪可以用很多方法。在1966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我们知道那些红卫兵200万的红卫兵聚集，他们都拿着那个小红书毛语录，然后呢他们一起喊毛主席万岁。尤其是毛泽东在天安门那里一出现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好像天国降临一样，眼泪一直下来，一直拼命喊毛泽东万岁。那里煽动人的情绪有很多的方法。1930年代在德国，希特勒也很有一套办法来煽动群众的情绪，尤其是那些青少年，他们都穿着制服，
他们在广场上聚集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旗帜，还有 Wagner 的音乐来煽动他们的感情，然后到最后呢，还有这一位很有魅力的独裁者的演讲，这几样东西混合在一起呢，真的可以使到数以百万计的人，那个可以疯狂个好多年。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啊，如果没有神的道，这些是可以说是危险的，危险的。在1990年代，在卢旺达，非洲的卢旺达，有那个种族大屠杀。卢旺达里面有两个族群，突突跟呼突，他们就彼此残杀，杀掉80万人，80万到100万人的生命。那么这种种族仇恨就被人煽动了。那对我来讲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呢？除了这个死掉80万到100万的人命以外，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卢旺达80%的人都自称是基督徒。那当然他们不是很多都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在非洲这种地方呢，你可以借着不同的方法，大家好像那个彼此煽动都自称是基督徒，都去教会都会唱歌跳舞，对不对？可是呢却会彼此残杀。那我是觉得这个不是不合圣徒的体统的。所以呢，圣灵的火，我们的恳切的祷告必须要才加上神的道理。耶稣从死里向门徒显现，死里复活显现，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哦。在这个大的神迹以下，他仍旧需要讲解神的道，把圣经的总纲向门徒讲清楚。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就要决心以后要爱慕圣经的道，好像出生的婴孩爱慕母奶一样。这个是给大家的提醒跟挑战，要爱慕纯洁的灵奶，如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那么耶稣所讲的圣经的总纲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必须要受害，必须要复活，并且那个悔改赦罪的道要传给万邦。我们所传的道，我们所信的道，是一种悔改赦罪的道。悔改表示说我们人是罪人，是堕落的，我们必须要悔改归向上帝，我们必须要依靠耶稣的十字架跟他的宝血，我们才能得救，是悔改赦罪的道。悔改跟信耶稣是连在一起的。在路加福音1章15节，耶稣出来讲道的时候，圣经记载他头一句话是什么？耶稣所宣扬的福音头一句话就是，时候满足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不讲悔改，大家不太知道什么叫做信福音，因为我们是得罪上帝的，我们是顶撞上帝的，我们是背叛上帝的，我们得罪上帝，我们需要悔改，我们要回转归向神，我们要对自己血气的能力绝望，我们要依靠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救赎，要悔改信福音。这个也就是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悔改跟信是同一回事，是一个硬币的两边，没有一个硬币只有一边的，一定有两边，悔改跟信。信靠耶稣罪得赦免，上帝算你为义，这就是得救了。那有些人说问，就问说这个悔改赦罪的道是旧约也有吗？还是只是新约讲得很清楚？是旧约也有，耶稣说旧约的总纲
就是悔改赦罪的道。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一到八节，他就是引用旧约圣经来证明因信称义。他引用创世纪，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是信神的应许，被神算为义。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所以因信称义不是保罗发明的，因信称义是创世纪就开始讲的。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就算他为义，注重算这个动词。跟着呢，他就引用大卫忏悔的诗篇，诗篇三十二篇里面有一句话，他所引用的，保罗所引用的是这样说，保罗那个说大卫记大卫的忏悔的时候，他说神所不算为有罪的那人是有福的，同样有算这个动词。所以保罗故意选了两处的经文都有算这个动词，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大卫说神不算为有罪的那人是有福的。所以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了，不算我们为有罪，而且算我们为义，上帝把基督的义归给我们。所以保罗从旧约证明因信称义，我们所宣扬的就是这个悔改赦罪的道。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他召聚了所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向他们道别，他说你们大概以后不会再见到我面了。他们就痛哭，因为他们舍不得保罗。那保罗说呢，我把你们交托给上帝与那恩惠的道，这个道能够保守你们，使你们与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把这班长老们交托给上帝跟恩惠的道。什么是恩惠的道？恩惠的道也就是耶稣所讲的基督必须要死，必须要复活，然后那个悔改赦罪的道要传给万邦，这个就是恩惠的道。所以如果你上主日学上的多了，小组查经多了，听道听得多了，听了一千篇道了哈，越听越糊涂，不太知道到底圣经在讲些什么，现在你知道了哈，这个恩惠的道就是悔改赦罪道，旧约如此，新约也是如此。孔子说道义以贯之嘛，是吧？我们就是以这个道来贯穿圣经里面所有其他的教导，道义以贯之。有些人说哈，我们得救的时候需要悔改赦罪的道，得救以后还需要吗？灵命长进还是需要他吗？为什么保罗说这个恩惠的道能够保守我们，使我们与尘世的人同得基业？马丁路德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律法不提供能力。如果我的讲台哈，每一个礼拜就是提醒你们一条律法，你们就会灵命枯干啊。如果我说你们要更殷勤的传福音，我下礼拜说你们要更殷勤的读圣经，这个下礼拜说你们要更殷勤的祷告，这下礼拜说你们要更慷慨的奉献等等啊，每一个礼拜就传一条律法，这个是全教会灵命枯干最有效的方法。因为为什么呢？马丁路德说律法不提供能力，律法不帮助你们去守律法。保罗也这样讲啊，罗马书八章那里说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律法不能够使我们成圣。能力从哪里来呢？当我们宣扬这个恩惠的道的时候，圣灵会陪同那个道在我们心中做工，赐给我们能力。能力从恩惠的道而来的。我记得有一位姐妹是大陆人啊，她本来在北京的医学院当学生的，家里面呢是基督教家庭，那么很喜欢音乐，会弹琴会唱歌，但是后来呢就
他们逼迫基督教的时候，他被判劳改营，去劳改15年，很辛苦，要学会下田，那个插秧啊等等啊，那么很辛苦，那个靠主恩典才能够活得下去。那么有一次呢，他被派去跟另外两个囚犯一起要替解放军包饺子。那么他很饿，那个时候营养不良了，在那个劳改营里面很饿，所以胃很痛，所以呢他是闭上眼睛啊，他用擀面棍来擀面，因为他包饺子没有另外两位那么快，另外那两个女囚犯啊包饺子啊闪电那么快啊，一下子一个啊，他们包了饺子就丢进去一个大的桶里面，偶尔呢那个一个解放军就跑来把那一桶东西拿去煮啊，然后给他们一个新的空的桶，他们就把饺子一个个丢进去，那么他就闭上眼睛啊，胃很痛嘛，这个擀面啊，然后偶尔睁开眼睛一下，有一次睁开眼睛看到那个有一位那个女囚犯啊，把一个包好了的饺子啊，不是丢进去桶里面啊，而是丢进去自己的嘴巴里，他们也很饿嘛啊，所以包每50个就丢一个自己嘴巴里嘛。那他也看了吃一惊啊，那么那两个女囚犯看到被他看到了，他们也吃惊了，也怕他去告啊，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把一些包好的推到这一位长姐妹的前面啊，那个跟他眨一眨眼睛啊，就表示你也吃嘛，很饿嘛，吃嘛啊。他本来是很骄傲的，这个觉得我是医学院的学生呢，你们是犯人呢，打架了那个做什么淫乱啊偷窃了哈，我才不是，我是因为信耶稣受逼迫哈，他很看不起他们，我才不偷吃这个解放军的饺子了，但是呢实在很饿嘛，后来他就试试看吧哈，他丢一个在嘴巴里啊，哦好腥哦啊，吞不下去，那么嘴巴这个鼓鼓的哈，那个时候听到那个解放军的脚步来那饺子了哈，另外两个余秀芳就是拼命就很紧张嘛，好像拼命给他打气，快点吞、那个、他终于那个勉强把他吞下去了，哦好幸啊，结果很奇妙啊，吞下去以后胃就不痛了，所以后来他也多吞了好几个。那么后来被派去那个要抄写一些女囚犯的口供，发现有一个人说我去偷窃，那是因为我很饿嘛，不是因为说我跟人家打架，为什么呢？我跟我妈妈这么辛苦赚钱帮忙我爸爸，结果我爸爸呢去城里面找另外一个女人，然后我去找那个另外那个女人去讲道理的时候就吵架，吵起架来后来就打架，就把他打伤了，所以我就劳改营等等哈。他一面抄写他们的口供，一面眼泪流下来，他发现其实他自己每一种罪都有犯不再这么清高了他在监牢里面被人家欺负也跟人家打架他也是偷吃人家的那个解放军的饺子后来呢被派去捡一些肥料因为他们劳改营也种菜的那么花了2个礼拜终于填满了一个坑那个填满那个坑以后呢他从头发到脚都全身都发臭了那么因为立了功所以呢可以去女干部的宿舍洗一个澡就是冲凉那么水从上头冲下来的时候他真的是感觉到被圣灵浇灌觉得他全身是污秽嘛他也觉得他心里面也都是污秽以往那种骄傲全部都没有了全部都消失了甚至他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是不是那一天洗澡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呢很可能不是很可能他以前就信了耶稣不过呢这个悔改赦罪的道能够帮助我们灵命成长能够保守我们让我们与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其实我们每一个阶段的成长都非常需要这个悔改赦罪的道我们永远不能够离开这个悔改赦罪的道
好像这个是很基础性的道理，以后我们灵命成长我们就需要别的道理了，我们永远不能够在这方面毕业的。然后我们经历到主的恩典，真的经历到圣灵的作为以后，我们就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万民都要归向主。主耶稣说，如果人子被举起来，我就要吸引万民归向我。而且这个真理呢，不只是在新约里面有，在旧约就已经有万民宣教运动。为什么呢？神对亚伯拉罕说，因你的后裔万民要蒙福。所以呢，万民归向主这个真理在创世纪开始就教导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的行业是什么，你都要问一个问题，按照我的今天的情况，按照我的恩赐才能，我应该如何参与这个普世宣教运动，我应该如何有效的参与。无论你是不是全职的传道人，你都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义务要参与这个普世宣教运动。不过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先经历圣灵的工作，医治我们，洁净我们，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心，让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愿主怜悯，愿主耶稣所教导的这一个圣经的总纲，成为我们做人的新方向。我们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耶稣，我们复活的主，他教导我们圣经的真理。我们也求圣灵陪同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工，天父，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慈爱，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让我们心里面的创伤得到医治，让我们能够成为有效的见证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奉献回应的时候，统管乐主要带来一首诗歌主曲《因他活着》，让我们用奉献感恩来回应。
郭金玉姐妹带领我们做感恩奉献祷告。弟兄姐妹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赐下赦免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今天一起在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的话语每天更新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多么渴望你的话语，也渴望我们的生命是那一方好土。主耶稣，求主你让我们每天因着你的话语随时得到帮助，因为你总是那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真是再一次在你的面前跟你立约，主耶稣，我们要传讲你我们曾经得到你赦免的道，我们也要将这样子的好信息分享给不认识你的人。今天早上我们在你的面前奉献我们的金钱，更渴望我们可以奉献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力量在你的国度里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唱颂荣诗歌诗篇二十三篇。Thank you.
虚假跟谎言离开我们。好了，我们一生都在真理的道路里面，并且在你的计划里面直到永远。这是我们祷告，在我们等候你再来的日子里面的每一天都有很多的考验。我们相信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在这礼拜我们要思想，但是我们要更多来经历。我们相信这一些经历并不是苦难，这些经历让我们在更知道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让我们更愿意也更完全把自己奉献在你的道路里面。也求主你引导我们在这条道路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在呼召我们的喜乐。谢谢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常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并且你所赐下生命的医治全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身心灵强盛的记号。献上感恩，也愿意你医治这地，让这国家，让这百姓，让这城市在你面前成为一个赞美、赞美、赞美神的这城市，让我们在你面前因为敬畏你而走的道路，我看到国度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